你说我们昌粉看着我们昌哥的这个背影，昌哥的背影、哦、推背图，我们一看，你看他有厚实的肩膀，这代表什么？台湾的北部，这表示我们的黄国昌老师绝对在2026大干一番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好、啊，我跟你讲，黄国昌老师这一次他所说的言论里面不包含他自己。哦，他有说，反正我们2026不管是谁，不管是谁，哦，我们新北市一定要赢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几率很大。我认为黄国昌是要帮我们文天端找回他那条裤子。2026赢回来。以前选的假老二，这一次在新北市选一个真老二，好不好？啊，真老二还是不会上啊。因为我还是觉得不会上。